旅行健康操是旅行心健康推广中心，会提倡每天运动一小时，所有药物不外乎的健康新观念和设计，简单易学，轻松有趣，每天早晚做一次，健康天天有进步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跳旅行健康操。两脚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屈，两手慢慢抬起，拍打肩门。动作，飞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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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飞
Let's go.